你还没有好，刚才又这样吹风了，你待会回去早点休息啊。 今天你辛苦了。你如果真要谢我，你就回去乖乖把药给吃了，早点睡觉，然后明天健健康康的回来上班。全千羽的人都在等你回来呢。好啊，那我就听我的。 温特助的话，走了，晚安，快回去吧。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在这儿等了挺久了。这个晚上你跟詹兰玄在一起啊？你找我有事？嗯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，但是现在太晚了。要是明天你有空的话，我想跟你谈谈。 见，好，早点回去。对了，那个我在公司被误会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所以不用再麻烦你了。